哇，我们今天来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，我们看到后面整个都是埃及的氛围，它有非常多的哇神秘的香水，哇，它的味道非常棒，我买了这一罐。等一下我们去后面看，它整个的店的设计都是埃及的氛围，然后整个的香水都非常的特别，有花香的，还有很多神秘埃及制造出来的香料。我们现在请到最美丽的店员来为我们介绍这一款，为什么我会买它的原因。Smell a secret of Mr. Raymond, you can try. 哇，它有柠檬的味道，它要让我试试看。嗯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味道。它的是那个味道非常的特别，而且它有一点神秘的风味，决定买这瓶。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店的氛围，快速看一下它的香水种类真的非常多，非常的漂亮，包装上非常有埃及神秘的风味，整个店的设计也非常的棒。哇，各种味道，埃及神秘色彩。哦，好棒。